这一战，赵家的士兵英与魏将联手杀死图案贾，报了赵家仇恨。这一幕悲剧，是因图案贾晋灵公在绛霄楼但打百姓取乐而引发的。 这银九们倒还罢了，为何
还在高楼之上，用担弓上人，只打得众百姓东逃西散，叫苦连天，是何理也？老丞相啊，这胆大百姓乃是武商，你又何必相逼特甚？难道是你就忘了这君臣之分吗？不忘不忘都见得，将以身居大夫之职，不思尽忠报国，反倒修建桃园，劳民伤财，引诱之功是不利朝政，因此脆弱胆大百姓，你真乃是无耻之辈啊也！Thank you.
命你今晚潜入赵府，赐死赵盾。陈公之事定有重赏。这个是我不臣，你是休想活命。走来，昨晚三更时分，屠岸国因刺客前去刺杀微臣，那刺客依然处怀而死，职工快快向他治人罪。臣妻职工既有人行刺，哪有刺客处怀而死之理？分明是他诬告不实，就该将他治罪。你先治了。此刻言道，乃是你府中的家将，名叫祖尼。他见末乃是忠良，不忍下手，又思无以复命，故而处怀而死。任你口死悬河，也难逃这谋杀大臣之罪。分明是你将我的家将杀死，反来诬告于我。任你舍如利刃，也难逃这欺君之罪。你真是大大的奸臣。你是奸臣，你是奸臣，你是奸臣，是奸臣。忠者自忠，奸者自奸。孤有一临高圣权，乃外邦所赠，能辨忠奸。水中水间之功，你省心明鉴，何必用魔拳来辨别忠奸呢？回禀多奏，奴是奴婢在，宣裴豹带领敖神权上殿。裴豹带领敖神权上殿呐，领旨。参见之功。裴豹，参。将神权放出一遍忠奸。遵旨，领敖你要为与我。老臣想速速逃走。高奸贼，你残害忠良，俺提明民见此不平，挺身相助，今已被擒，只求速死。推迟斩了。哈哈哈哈哈哈。职工传仆赵盾定是奸臣，请职工降职。好，封天一位上大夫之职，九命亲家将赵氏妈们斩尽杀绝，庄及公职，带进宫来，伏马恩赐一死，领旨下殿。领旨。
驸马，大事不好了。何事进患？老丞相不知为了何故，被图万古监测一件批司，如今抄杀你满门去了。Thank you.
下封之啊。知识公门太严谨。是啊，末次犯禁的宫去门禁森严，你又不能进宫，怎能将婴儿抱走？去宫。
去死的三宝玉靠，也干你的大恩啊！哎呀，可怜我的佳人之吧，好。
进宫何事？与公主调治病症。公主得何病症？肝郁不舒，可曾治好？药到病除。相中何？甘草百合，可会有果儿？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位药材。去吧。哦，过来。在。你为何神色慌张？我是个草贼一人，见将军威严甚，我心中有些害怕。你定要下来。并无下来。并无下来。并无下来。好，将香粉放下。俺要搜。好好好，请搜。去吧。哦。你到乡中去吃甘草薄荷，里面再也会有人。里面为何有人身在内？这将军呐、啊！我是个曹贼一人，与赵家是非亲非故，只因他全家被害，可叹世代忠良，就留下这一条根苗。什么不顾生死是前来搭救，竟被将军看破。你若贪图富贵，把我陷于奸贼，你前功受伤。去吧。
必有因，小尉速马宫门而进。今次进宫搜骨未曾搜之，因此帐下邦文在外，三日之内有人献出骨儿赏赐千金，若无人献，要将金国中全国的银骸与骨儿同根车居都斩尽杀绝。真是豺狼心肠，阿贤弟，天雷之夜，那孤儿不救了么？小弟思得一计，特来与仁兄商议。贤弟有何妙计？我将孤儿保至仁兄家中，由仁兄抚养。小弟有一子，名叫金哥，与孤儿班长班大。仁兄，你去出手，就是我陈英隐藏孤儿不现，那奸贼必然将我父子二人斩首，一来救了孤儿，二来救了金国中全国的银骸。仁兄，你看此计如何嘛？贤弟，请过来。何事？请问贤弟，朕抚孤舍命，何难何易呀？唉，自然是舍命容易，抚孤难呢。招吧，贤弟，你来看。愚兄一世风烛残年，焉能将孤儿抚养长大？贤弟，你就将这舍命之事让与愚兄我吧。这贤弟，你将金哥保来我家，你去出手，就是公孙持久隐藏孤儿不现，那奸贼定然将我与金哥杀死，那时贤弟安心抚养孤儿，岂不是好吗？这公孙兄啊，仁兄实话有远见，此事方能两周而全。你我依计而行，依计而行。
你，公之身下是男是女？乃是一女。婴儿活在，何必而死？尸首也。偷在日何之内？破风。公之身下是男是女？乃是一女。婴儿活在，何必而死？尸首也。偷在日何之内？是落地而死，分明是你勾结外人将孤儿盗走，你倒是与不是？你道我勾结外人，那外人是谁？他现在何处？这分明是你血口喷人。哼，不肯食言，你来看。两旁刑具都要用在你的身上。哼哼，为何发笑？为了一个出生的婴儿，大人竟这样大惊小怪，岂不可笑？破风，你若说出实情，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如今婴儿已死，我破风无福享受大人您的荣华富贵。执意不招，小辈的给我赞赞赞赞起来啊！站起来了！问他有招无招？有招无招？无话可招。难道是你就不怕死吗？随死无愧。动刑！害怕，尸首脱掉下去。
陈英，我来问你，孤儿今在何处？现在寿阳山公孙楚旧的家中。他隐藏孤儿不现，你是怎么知道的？小人与公孙楚旧有八拜之交，那日小人去至他家探望，见他家多了一个婴儿，想那公孙楚旧年过七十，哪里来的不满一月的婴孩，方知他隐藏孤儿不现，是我苦苦相劝叫他先吃，他是执意的不肯呢，翻江上人辱骂一场，孤儿现在吃肉。黑袍过来，去至寿阳山将公孙老儿抓来见我。啊，你与那公孙老儿有仇？无仇。有恨？无恨。动！既无仇恨，前来吃手，分明有诈。小辈的，绑了！且绑！小人有下情。张是。小人与公孙楚旧原无仇恨，只因大人有帮问在外，三日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赐千金，若有知情不拒，这罪上加罪。小人有一子与孤儿同根，有恐牵连在内，孤儿前来密告。是公孙老儿到此，你可敢与他质对？千元之对。好，起归旁。停了，动！胆大老狗，隐藏孤儿不现，你是该当何罪？我隐藏孤儿，活人得见哪？你抬头观看的，大人，陈英与我久有仇恨，乃是我告。怎么讲？乃是我告。老口。
献功有功来，有与陈英看上。
小人不愿领赏。却是为何？我想故儿贤于大人，恐被人陷害，小人有一子，还望大人另眼看待我父子才是。好，老夫膝下无子，就将你儿认在老夫名下，以为命令一子，你夫妻二人搬进府来吃完安乐茶饭。多谢大人陈英，随老夫来呀。
将参见公主。平身。谢公主。赐座。谢座。
故，堂中上一国之残暴，海中粮，公之且把那宽敞心房，安全的容忍这些乱臣子子把朝纲，此别不知了保就恢复我方。恼恨沉吟变心肠，低下头来暗思想，请他国父我有纸张，满江洒下金丝网，鱼儿到此遭火殃，启禀爹，陈老先生少时久到，等他到来看我一府的严丝行事，扶文上来。陈老先生到，陈老先生到，有情有情。今为将莫切用言语试探，但愿他是忠良好报成愿。大将军，少来问候大将军海涵。来，与陈老先生看。慢来慢来，大将军在此，哪有小人的宿位？有话须谈，坐下，坐下。哦，多谢大将军。陈老先生，祸兮陈老先生，这兮从何来？你先吃了孤儿新的大司寇的一根虫，如今又换了这身荣耀，相荣华受富贵，岂不是一喜吗？这想当年，某在桃园与大司寇争吵了几句，如今回得朝来，还望陈老先生在大司寇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与我二人佳话。哦，原来为此。我想陈老先生乃大司寇之近人，此事万不可推出，事成之后，我也要千金奉赠。大将军，恕我陈英老迈昏庸，此事万难从命，告辞了。你哪里走？想你贪图富贵，漫游求荣，今日老夫与你讲话，你还是这样洋洋得意，披鞭伺候。大将军，我有话讲。哎呀，贪图富贵把心变。大将军，漫游求荣理不断。哎呀，披鞭大笑，劈开了骨战。大将军，大将军，哎呀，
参与无间青天，事无在为马愁眉而战，满腹的心事我对谁言呐、将军大将军平面打得好、方知你是忠啊不是奸。呸、大将军，我有话讲。讲。大将军，那孤儿他不曾死。他现在何处？现在萧人的家中。呸！他分明是你的儿子，怎舍是孤儿呢？这大将军呐、当年我与公孙出酒，定下一计，他舍性命，我舍娇儿，方能保全孤儿的性命。首阳山搜吃当堂摔死的乃是我的儿子，名叫金戈，如今孤儿依然长大成人，开明成了武。那我听你的一派谎言。那孤儿左手心上有朱砂红尺一颗，撞击公尺一刃便是真假。此此话当真？哎呀，大将军呐、你若不如此，我应该吐露实言呐、真！
乃不知实情，多有得罪。岂敢！阿先生，此事为何不与公职说明？公职忧居深宫，无法送信。倘若走漏消息，岂不前功尽弃了吗？原来如此。啊，大将军，自从你离朝之后，图案故这个奸子横行霸道，民不聊生，今得大将军还朝，一定要除却此贼，一来与万民除害，二来与他赵家报仇的才是啊。此事还要定计而行。船长大将军，此事要与孤儿实名方可行事。大将军但放宽心，失明孤儿 no 包在我的身上。全掌陈老先生，臣不敢，告辞了。慢来慢来，二堂北京以陈老先生压阵。臣就不敢，告辞了。慢来慢来，敢莫是怪罪于我。如此恭敬不日从命之啊。之内有老王林母，我去不得杀干日，真正苦难。我儿不必烦恼，满时是阴灵，就是金銮宝殿任我儿行走，有人拦阻抓来见我。孩儿遵命。早去早回。
你不知，只因我有一子与你年纪相似，哦，不幸他早年丧命，今见小将军引起我相子之情，故而落泪。但不知他得何病症而死，乃是被奸臣所害，休得多言。你是哪家大人的公子？我府在朝并无官职。哦，我姨父在朝乃是司寇之职。你姨父他叫什么名字？名叫屠岸伯。你身负你臣应奏。原来你是臣应自由的人，告诉命令往日四百心头快快赶走这小纸身。
当其公职。正是。他对你讲些什么啊？是他言道，他有一子被奸佞所害。后来呢？后来，是孩儿提起爹爹与义父的名字，不想公职大怒，将孩儿我赶出来了。被害之事，爹爹可知吗？为父知道，就该与孩儿讲个明白。好好好，只有画图一次，你拿去看来。哦，原来是个故事啊。不错，是个故事。这个穿红袍的与穿白袍的不合，这个穿红袍的将穿白袍的一剑杀死了吗？哈哈，我个儿看的不差。啊，弟弟，为何又有许多的人被杀了呢？你且坐下听父道啊。来，是这个穿红袍的是个奸臣，他用休斯诱惑君王在朝元，但他不信去了。哦，这个穿白袍的是一个大大的忠臣，他劝说君王筹码奸策。这个奸策怀恨在心，在金殿之上用魔拳将穿白袍的腰上，又在君王面前搬弄是非是道，穿白袍的又欺君之罪，君王昏庸，降下了旨意，将穿白袍的满本家眷三百余口举徒斩了性绝了。这个穿绿袍的乃是穿白袍的儿子，也被奸臣所害，他的妻子乃是君王的胞妹，当时身怀忧孕，未被斩首，带进宫去，在宫中生下了一个婴儿。生下一个婴儿，生下了一个婴儿，但不知是男是女。是什么？是什么？是个男儿。是个男儿。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叫什么？他叫孤儿。叫孤儿。等那孤儿长大成人，定能与他全家报恩仇。只怕难难难难。这个奸贼他要斩草除根，带领小卫进宫搜捕。弟弟，那孤儿他他死了吗？他不曾死。不曾死，但不知被何人救了呢？被一个穿青衣的人儿将他救出宫去了。
被一个穿青衣的人就持宫去了。嗯，这就好了。弟弟，后来便怎么样啊？那金子进宫搜过，未曾搜出，因此帐下绑稳在外，三日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赐千金，若无人献，要向金国中全国的沿海与孤儿同跟着居都斩尽杀绝。是那个穿青衣的人儿愿将亲生之子假扮孤儿藏在这个穿黄衣的人儿家中，穿青衣的前去出手，直到穿黄衣的隐藏孤儿不现，那金子一闻此言，派下了小尉前去搜查，搜出那个假扮的孤儿，他是我帅帅帅帅帅死了。穿黄衣的上前判命，也被那奸贼狠徒徒的一剑怎么样杀死了。
庄吉公主就是你亲生之母，你就是那奸贼罗威海伯爵。我们大王屋，在郊外打来一位，一来祭奠先灵，二来供上家位。但不知患有何人？并无外人。哦，并无外人，你等退下。参见二位爹爹。我少你快快入席。哈哈哈哈哈大司寇我还要与大司寇同饮几杯。是啊，要同饮几杯呀。这好，畅饮几杯。请请。大司寇，请。请。大司寇为何不见赵家父子在朝奉君？暂休提起，只因赵盾欺君无国，先王在世之时将他全家斩首了。
先知登基，可曾闻过赵家的功劳？本乃是功不抵过呀。难道那赵家就无有后了吗？庄姬公之身下一子早就死了。如此说来，斩草除根，干净的很。天时不早，我要告辞了。黑板。还有一位贵客邀请大司客。哪位贵客？来来来，你抬头观看。老子啊，你的死期到了。相位奏上。哎呀，今日仇人见了面呐，还叫你老子死不全。我儿快快将他斩。哎，刺杀为父未达官。哎，我为救他把死还。啊，我就是你害不死的赵氏。哎呀，